故乡之间没恼害，得这么一个词，给众生的快乐，无恼害嘛，就是快乐了。他得到这个解脱门，佛的修行的目的就是愿众生得到解脱。菩提行呢，就是觉悟的行。这个觉悟的行啊，让一切众生都觉悟。说光明遍世间，这个护法身，遍后的主和身，他得到这种法了。普救护众生主和身，于是寒食中起无量的恼害解脱门。那佛所修行的种种方便，是令众生成就。成就什么呢？成就一个无恼害，令众生一苦得乐，那么无热见此心清净，无热的净光主和神呢，他得一个普世的清凉善根，清凉善根，无热恼了，无热恼了就是没有嗔恨心，嗔恨心热恼是最厉害的，还贪欲心。贪欲心也冒火，凡是热闹的都属于热，让它清凉一下。说你要发高烧了，脑袋要热了，拿个凉耙子呼一下吧，让脑壳清静一下，它不就清凉了？但是这是世间相，但是得说佛法，说佛法，佛法让它清凉，清凉它的心。四门广大无穷尽，一切众生显利益，能令见者无间浊。此菩提身之所悟，普生欢喜主和身，他得到一个法门，具如斯，令一切众生容离见浊，不思浊，谁都生欢喜呀。兼贪地度，兼贪不舍，当然也没人敢求你了，求你你也不舍，所以嘛，能布施者，这个主和神呢，他令一切众生容离见浊，他并不是刮给他东西，令他离了兼贪嫉妒的执着。艰难就不肯舍，千万不要一毛不拔。那会跟大家讲过一毛不拔吗？那还不错了，他拔一个汗毛，如果一毛不拔的连汗毛都不拔，那艰难到极点了，那到极点了。当代佛门奇宿，梦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，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，虽蒙雷泄之灾，33载，弘法心志未曾稍歇，于2017年11月27日，在大陆五台山安详示寂，享寿103岁。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，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淮海教育基金会感恩各界护法大德及善士们的爱心护持，温暖每一个受帮助的家庭及儿童。为了回馈社会，关怀弱势族群，海涛法师慈悲置业自2008年承接淮海教育基金会以来，即积极地协助清寒学生、弃养学童、中辍生就学、生活及品德教育，并且不间断地从事监狱教化、济贫发放、急难救助、老弱病苦、
单亲家庭、新住民和原住民家庭之关怀，以及协助未婚妈妈及未婚子女的安置等，以圆满老安少怀，并发挥佛陀无缘大慈、同体大悲的精神，让社会上的弱势者也都能感受到人间处处充满慈爱与温馨。淮海教育基金会呼吁大家共同来关心社会上的弱势族群，累积福慧资粮，并祝福所有的家庭以及孩童都能在佛陀及正法的护佑下身心健康、平安吉祥。护持淮海基金会发扬佛陀大慈爱，援助弱势众族群，同离忧患常安乐。护持账号50059824 50059824，户名淮海教育基金会。大家好，我是三军总医院院长蔡建松。武汉肺炎疫情蔓延全球，为降低国内群聚感染风险，今年所得税申报已全面延长到6月30日。建议大家善用网络报税工具，在家报税，安心防疫。如需前往国税局报税，请避开申报人潮，并配合以下相关措施：一、使用国税局官网的线上取号功能，降低现场等待时间，避免人潮聚集。二、请全程佩戴口罩，配合量体温，并依现场服务人员指示保持社交距离。若有发烧等呼吸道症状，请在家休息，并采用网络报税。报税不忘防疫，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。Gananam Tva Ganapati Gum Hava Mahe Kavim Kavinam Upamashravastamam Yeshtarajam Brahmanam Brahmanaspata Anasrunvannuti Bhisida Sadhanam Om Namo Bhagavate Rudraya阿旃陀石窟的壁画是印度古代壁画的主要代表。早期的壁画最古，第九幅钱币残迹中会有佛陀传和佛本身故事。第十窟的右壁会有索母、右牙白象本身和礼拜菩提树等佛教题材的壁画，推测约作于公元前世纪。此期壁画的构图大多为横幅长条形，所表现的人物和生活场面与约公元前二世纪的帕鲁德、桑奇大塔等石刻佛教以及相似。阿旃陀中期的壁画更为辉煌壮观，精美绝伦。当时正值基督王朝与古典主义文化的黄金时代，佛教美术也达到了鼎盛期，创造了大量基督式的雕刻绘画。随着古风艺术逐步发展到古典风格艺术，画面构图更为壮阔，往往一面墙壁被一个场景所占满，布局紧凑和谐。此外，第十六窟中佛教故事中的难陀皈依，
十位臣显大神通和善身施舍等也都十分精彩。例如第十六窟难陀皈依中，难陀与妻子孙德利分离的部分，充分展映了艺术家对于人物内心刻画的成功。又第十七窟，太子与嫔妃劝酒徒，极尽宴晚之情状。临窗窥视的侍女和门外众多的美女，都风姿绰约，艳丽动人。此时期各窟的前廊、天井和列柱所存的装饰壁画，也都设计奇妙，想象丰富，色泽鲜艳，对比强烈，如卷云、蔓草、莲花和一些可爱的小动物等。阿占陀晚期的壁画基本属于七世纪前后的作品，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、二两窟，保留比较完整，为阿占陀壁画艺术最神奇的一作。第一窟内壁画场面的幅度皆较大，最著名的是持青莲菩萨像，妙相庄严，头戴宝冠，肌肉匀称。窟内前壁的波斯世界来朝图，则反映了印度和波斯聘问通好的场面，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。绘画风格也受到伊朗美术的影响。第二窟时代最晚，其前廊壁上与藻井等处都有壁画。壁画和雕刻中的人物，如王、后、太子、宫女、武士、平民，所表现的不同生活，以及佛、菩萨、天女、比丘所表现的不同神态。在造型上，我能传出内心情感，刻画生动。阿占陀壁画和雕刻的优秀艺术，不仅对后来印度的美术产生了巨大作用，而且对于东方佛教所曾传播的国家和地区，也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如中国莫高窟的壁画，日本法隆寺的壁画，还有斯里兰卡西吉里耶的壁画，都与之遥相呼应。接下来请